今天阳光就是耀眼特别的些，今天阳光高远高远特别的些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已经有答案了。对，现在是指标，好起来哦！一二三，亮！来，蔡依林，蔡依林，蔡依林，它有一个那个类似有点像喉音的部分，然后飙到那个鼻腔那边。哎，听你这样讲，你本身应该有出过唱片吗？有有，我还在红磡开过演唱会。我可能本身还有自己的团体吧？当然当然，但是因为我在表演的时候，麦都被关掉。哎，佩慈怎么长高了？我本来就这么高啊！太好了。一个人的失眠，一个人的空间，一个人的想念，两个人的画面，是谁的眼泪？是谁？郭靖的好朋友啊！你们两个是饭类，饭类不是老板油，老板不是老板，老老板油啦。两位大哥，老的老板油。他两个都是歌手，而且奇慧这次还是来打歌的。别哥，我做的三明治，种个分享理想，想给我自己孤单加一。我做的三明治，种个分享理想，想给我自己听。等一下。来来来来啊！你这个是我的新专辑，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，特别和谐。好，真的，就是要为穿越是不是这样的夜晚？是不是这样的夜晚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？哇，各位，我还是华人世界第一场。喂。当然啦、啊！是不是这样的夜晚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？你的歌啦，你的歌啦，没有加分。这样的夜晚，爱的人，就连那片雾都不吝啬。好像精神。不只有梦中三分，消耗着。仅有的他本来就是一个汤妹。虽然是你最依赖的人，静静到我不得不转身，大方到让他给你想要的。好嘞，好，谢谢，非常有感觉啊。那你们两位不用再来一次啊，不用，没关系。期末加一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进行我们的关卡了。以前来过了吧？没有，今天来过，第一次。哇，他很想来，我第一次录外景节目。哦。一次外景节目，好。来，请出题，不要给旁边听到啊。我是帅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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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人第二，找不到第一。我靠，这谁的歌啊？帅哥，我是帅哥，新的决定，方向决定到你。好，写下他的人名。宪哥。哎呀，哎，恭喜，就是我是帅哥。我是帅哥，我是帅哥，我人第二，找不到第一。比较熟的歌手对不对？我都听。哦，喜欢这一类的，知道吗？我走进人来人往忙碌的电梯。他对这歌也没听过，对，但是他听音色。一二三，亮答案 ，hip hi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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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ip以前威廉都是我们看见他都问他薅荷包音，薅荷包，对啊，太荷包了。现在不一样了，下一题出题。
对，已经有答案了嘛？对，高一点，高一点。你太简单了，你太简单了。哎呦，哎，我也现在是指标。好起来哦！一二三，亮！来，蔡依林，谁？蔡依林，蔡依林这么厉害，他叫韦一，我是他韦一，我本来写我黄队文档了，黄档。好，我们请那个听音辨会专家跟我们分析怎么样来破解这个关卡。来，没有，因为他的那个咬字，他有一个那个类似有点像喉音的部分，然后飙到那个鼻腔那边。哎，听你这样讲，你本身应该有出过唱片吗？有有，我还在红磡开过演唱会。不可能，本身还有自己的团体吧？当然当然，但是因为我在表演的时候，麦都被关掉。我们要排一个什么队形吗？我也觉得好像是。我们一个集中一个好了，还是我们要？我们要扛这个竹筒吗？特别遥远，可以可以和谐。歌词都一样哦，歌词都一样，有三句分怪哦。怎么样？现在我真的很紧张啊！我今天被冲啦！哎，我看谁啊？啊，好紧张哦！嗨，嗨，好久不见！好久不见，压力很大哎！压，而且我是刚刚才知道，今天是要第三季的总决赛。对，所以你这次呢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要交代给你。我终于有这个了！我录那么久，我从来没有这种单独一个人坐在这边打开任务的关卡。这个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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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好啊！哎，哦，所以我是黄队。对，这次是黄队哦。给镜头看一下，你这次在黑队。在黑队。所以你只要每完成一个任务，就可以帮黑队加钱，只要一次就好了。但你都是要在我们录影。就是这两天我知道，在一定要有机器下面拍的时候做这个动作才可以。今天阳光特别特别耀眼，特别耀眼。再来一次。今天阳光特别耀眼，特别耀眼。再来一次。今天阳光特别耀眼。唱歌歌词啊！